我想跟你打仗了。
那么巧。那你们国小、国中、高中都一起接吗？羡慕。也是。这样子。哦，我是国小打六年级，打到六年级，然后上国中以后，他们就女网，对，男生就没有。然后高中都打篮球，像我们学社讲，老师就会觉得好笨，说你只要学这个，你只要在打球，我就是要运动，我才会想做运动。打球，我就觉得好累。我也从小练到现在。我觉得至少就是判断的，他是上场就不会。
他以为没了，还有，我靠！要确定，一定要。就算别人喊，我都还有。我说，比如说那种像你有一种低级的，就是什么，还是好的球，反正就是，反正跟你讲过。
大家好。
好，再来再一个，好的。走走